我们昨天是玩到说我们的那个谁，史蒂夫是史蒂夫吗？我们史蒂夫上吊自杀了，然后我现在开始那只鬼，这就是史蒂夫嘛，对不对？还是史蒂芬？哦，史蒂芬啊，而且我后来发现史蒂芬好像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弟弟，好像是。好像我是这他们家里面的抚养家庭啊，他们好像是抚养家庭的样子吧。然后那个在追我的那个好像是我的继母，是不是？然后真正死掉的是他们家庭里面的儿子。其实我有点忘记了，才一天而已我就忘了。刚刚我把广告吃完了，感谢你。星期日中午有回来玩宝可梦，我在玩时看到要鸣叫老头的人，那绝对不会是我啊！你想太多了，我没有玩那个游戏诶。哦，等下这应该会破，哦，就还是先跑。我什么看不到？开门啊，大哥！完了。Hello。Oh no！笑声小。我一开始就死了，这剧情好像让人有点不解。对啊，是有点让人不太解啊。等我先想一下这边怎么过。他直接就这样出现了，然后刚刚的任务，我为什么在这上面啊？喂，Hello，你随机出生也太屌了吧！我先躲这里哈，我们来看一下任务到底要干嘛。擦掉所有镜子上面的楼梯。哦，那个楼梯是可以让他们直接跑过来这样子，擦掉，毁掉就对了。等什么？还差两个。哦，干你老师，错觉。啊，好可怕！擦掉它。它有一面在哪里啊？我觉得他要下来了，这边这边，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都擦掉会怎样？我擦掉了，啊，他来了，哦，你萨诺斯哦，响指，原来我是萨诺斯，我现在干嘛？我终于把他给解决掉了，而且他死掉的方式也挺好笑的。隐身衣，然后再带了这个，我知道这个要放哪里了。这个好像是要放在去，然后这个要调到四点。为什么只有一个？这个是长针，我们还少一样东西哎，这个要去哪里获得啊？时针不见了，我可以去顶楼吗？顶楼现在可不可以开？顶楼我已经开了，我们出来的地方原本就在这里了啦，我都不知道我们刚刚出生的地方在哪，然后我们那时候从这边过来嘛，然后就直接破了嘛，破墙而入嘛，然后这边有一个纸团，哦，死给。噔，拿到了一把不知道是哪里的不知所谓的钥匙，非常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文章。回忆的部分，布谷鸟。哦，这个是那个啦，谜底用的。哦，看来没有掉出什么 R20 之类的。我感觉好可怕，先闪了。可以，真的不敢看的就真的不要勉强自己啊！怕你们晚上做噩梦啊！老头是有练过啦，所以我没差啦，好不好？尝试让他中午吃早餐，
然后回他的房间去散步，以免被捕鸟抓住。但爸爸不允许任何人去碰他。回到房间，等一下，这可以让他叫，不是吗？让他在叫的期间，他只叫一声而已啊。要抓住的意思。我要抓那只布谷鸟，徒手吗？好啦，试试看啦，反正已经穷途末路了，抓起来，抓起来。哪里有嘞？果然真的是这样子，如此耶！哎哎哎哎，哦，好意外啊！居然是一把钥匙，爸爸的柜子，他禁止在那里面玩，很危险。老爸的玩具一打开一堆呢，一大堆 R20 喷出来，好不好？爸爸原来这么的对这个有兴趣，是这扇门吗？No way in. 开个灯啊，不然我真的看不到了。哦。看得出他老爸是一个科学家，有没有？我记得好像故事剧情说他老爸是一个药师，是不是？制药的。Dad strictly forbade me to touch it. 爸爸严禁叫我 It's 碰 best 他，not 我 to touch 偏 it. 要。你们有没有那种小屁孩，就是你都说不要碰了，然后你偏要这样子？啊，都说不行了，还去碰90万的喇叭？你看吧，现在妈妈脸绿了，推卸责任了。啊，3岁就达成要老爸老妈赔偿90万的成就，有没有觉得很骄傲？怎么都会有这种看起来像是卷筒的东西，然后又这么的老旧啊？那放这个到底是要干嘛？哎呦，中文哦。Dad left some work notes here. This anti-rust solution might be useful. 哦，我们要消除，哦，我们还要玩加东西游戏。哎呦，有趣哦！没有一封信。除锈剂，洗瓶的话是要这样洗啊，然后除锈剂的话是，这是念氢氧化是不是？氯化锌5克配方，ZnCl2，哦，90酸氢钾，0.5克，水100混合它。拔除布料上的污渍，氯化铵，然后再加松节油。松节油那个应该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的？松香水是不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可是我要在哪里做实验啊？实验的地点在哪里？这里吗？嗯哼，讲归讲，你没有给我地方做实验啊！摆脱除锈就是要这个3个配方，所以说我要想办法找到后面这个哦，还有 H2O，还有506物品。嗯哼，你好啊，我亲爱的约瑟，这里的天气真好，最近2周尤其温暖，有30多度。格特鲁德和我有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有一张大床，柔软的羽绒床，红木家具，窗外景色很壮丽，有森林，有山脉。我估计你们完全不了解到我上一封信所提到的这些美好啊，而我等不及你回你的信，哎。刚好今天是我的休假日，所以我决定与你分享我的印象。工作不是太难，但它很需要责任心。我想你会爱上它。这是一个实践我们很多一项研究目标的机会。此前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但现在我拥有了所需的一切。我们的员工将抵达您的城镇。
提供正式的工作机会。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想法哦，你不喜欢这个想法，但请你三思。这里的很多人了解你的情况，他们希望你和艾瑞娜一起加入我们。顺便问一下她怎么样？我听她说感觉不舒服，带她过来。这是我老爸的柜子里面的信啊，所以说这个说亲爱，我亲爱的朋友约瑟，应该是约瑟夫吧，是我老爸。哦，然后就好像人要什么，要把他们的研究带来这个城镇，然后可能一切就不一样了，有没有？有清晰的空气，大自然水是那么的好，但所有工作人员会领到纯净的矿泉水，所以不用担心。体面的薪水几乎是我们实业的2倍。今天午餐是美味的牛肉、番茄汤、杏酱和非常美味的奶油冰淇淋。所有厨师都很熟练。昨天我对新技术进行了测试，你肯定想不到发现了什么。它可能就是突破性的发展，所以来这里工作吧。我想和你分享我的所有成就。他一直想要拉拢约瑟夫去他们那边。我很高兴见到你，真诚的马丁·隆德。我们这边有2倍薪水哦，你要不要来啊？真的，我真的迫不及待要跟你分享这2倍薪水怎么来的。快点跟着我带你飞，然后就出事了，有没有？有没有人头账户？别人的老师总是不会让我失望。你以为你是理科帅哥吗？什么东西？制作材料约瑟夫，我们还少2样道具啊，可是这2样道具目前没看见，磕磕啦，嘿，就卡关了这样子。好，目前用这个鹰眼来看呢，好像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们还是出去吧。哦，怎么感觉好像出去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也需要那个呼吸器，我快受不了了。哎，这什么？哦，有新东西啊！看一下，钻石水果馅饼。为什么？哦，发酵粉就是90酸氢钾，那是念氢吧？我应该是没有念错吧？所以发酵粉去哪里拿？我们只要看发酵粉就好了。厨房。厨房有发酵粉，Let's go。这叫书桌。抱歉了，我刚刚吓到什么都不知道了，知道吗？Hasn't defrosted the fridge in a while. 哇，没有解冻。翻找，今天早上我们去找艾玛了。当太阳在早上6点升起时，我们离开家。这时，父母当然还在睡觉。我拿了一些在厨房里找到的食物，然后我们悄悄离开了房子，走向森林。早上的清新气味真棒。然后呢？我是来找苏打粉的，你那边给我唧唧歪歪，快点哦！How awful! Poor Olivia! Who could have done 已经在 this? 这附 I'm 近，telling my mom. 这个。没有，我记得我这里曾经翻过啦。那杨哥你好，故事主人公娇喘了一声啊，Kimochi，什么东西撞了我一下？上面没有。怎么都 I 是？can't reach it. 啊，小淘气，这个让我来。可以，耶！我想说什么声音呢、啊？真的是，
要蹦了吗？欸，没有欸，这次怎么这么的安详？我们来看看哦。是这个 H2O 水100毫升，那这个要在哪里弄呢？等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先来混合一下？可以欸，水要去哪里取得？这里。No water. No way。No water. 我记得有个地方有水，对不对？我曾经有，二楼，爸爸的房间，没事了，没事了，装个水而已，装个水而已，乖。No water. 啥？厕所的水也好吧，好不好？厕所的水也可以啊，我真的不介意啊。哦，这里的水啊。Water. Water. 来。Oh yeah. Yeah. 地下室的钥匙。好，我们快点下去。我总觉得有点事情不太妙的感觉。开下去就对了。Open。哦，好黑。这地方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啊？靠，也太黑了吧！完全看不到欸。过个传点啊，原来是过传点的概念啊，以保存。然后我现在这个情境应该是刚刚那个叙事的那个情境吧？这里，我们好像要去找艾玛，哦。艾玛，你在哪里？去翻你爸的东西，真的逮就补。反正老爸跟老妈也不知道去哪里啦，没问题啦，路上一大堆鞋子。艾玛，艾玛，别跑啊！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在死掉的时候，那个艾玛引导我们离开那个死掉的地方，也是艾玛带的路。我们没有火车票，尽管没人查我们。那女孩看，只是看着艾玛，并不是她，我很沮丧。我希望我们没有走太远。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搭火车啊？到站，停留时间不长，火车上几乎人没有说话，就连窃窃私语都没有。我试着问那个离我们最近的男人，下一站什么时候能到？戴着帽子的男人悲伤地说道：“太快了，蜂蜜面包。”啊！他又说了点我听不清的话，但我没有再问过。我想进行大约有3个小时，最后火车发出了引人注意的声音，停了下来。我们跟艾玛搭了火车，我们被诱拐，是不是？哦，怎么突然转一下？艾玛，快来说明事情的原委啊！我试着解释，我不需要这个检查，这只是一次的误会。但是严格戴着医用口罩的女护士，健康检查后，有些人回去了，主要是老人，其他人去隔壁，轮到我了。我试图解释，我不需要这个检查，这只是一场大误会。但是严格戴着医用口罩的女士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她在记录表上写了很长的时间后，问了我的名字和姓氏，并记录了下来。我吓坏了，我不得不脱衣服进行健康检查。我脱掉了外套，然后我把吸入器放在椅子上。那个女人愤怒地盯着我，大声喊道：“哮喘？”我回答：“是的。”但是我父亲已经为我准备了治疗针剂吧，也许很快就可以在没有吸入器的情况下生活。我认为他应该不喜欢我的回答，他拒绝检查我的身体状况，他在我名字前面写了数字和字母，就让我回去了。
啊，不是啊，啊，我有哮喘啊，你这个戴着口罩的护士在生什么气啊？看无呢？嗯？哎，所以说那个是这全部都是药罐，是不是？这些全部都是我哮喘症发作之后拿来医治自己的。他想要表达应该是说，这都是我吸食的那个罐装的消耗品吧，大量的呢。然后那个护士会很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得赚钱了，这样意思吗？啊，我随便讲的，我也不知道。罐子上有英文，可是我看不懂啊。罐子上说什么？G IF，这种不能剪。GAS，下面是什么？可能不是药物，所以说这是毒品。反正它上面都写骷髅头了，一定不是好东西啊，绝对不是好东西啊，就是毒药嘛。所以说就是要害我。哇，有坦克欸。So this，应该是毒药啦，我怎么觉得？不是恐怖游戏，怎么变成检查健康检查？到欸，故事是说叙述一个有哮喘症的一个小女孩，演变成有毒药哦。艾玛撞我了，这个艾玛长得还蛮漂亮的嘛，戴着眼镜。当时我们下火车时，我们遇到一个穿黑色制服的人。他们喊叫着，没人理解。哦，又换场景了。我想说，我们不小心上错了火车，得回去才行。但我不知道怎么说。黑色制服的男人持着枪，每当有人试图说些什么，他们就会紧握着手枪，每个人朝着大门的方向前进。我跑到一个和小孩一起进行的女人那里，行进的女人那里，让我我想知道我要去哪里。她告诉我，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健康检查。那是什么？我的思路一团乱。拿着枪的黑衣男子说："我们现在进行健康检查。"我好像在某个东西里面，某个影片看过类似的剧情。其实他自己死了，搞不好吧？我牵着斯蒂芬，准备转身回去，但一名士兵用棍子打我们。有女人跑过来扶起我们，她穿着黑色裙子，手里也有着武器。然后她用波兰语之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不服从？她对那个打我们的男人说了些什么？带我们去了一栋一层的建筑。在那里，我们遇到了身着同样制服的另一个人。他用滑稽的波兰语问我们："我们的父母在哪里？"我回答："他们现在在家里。”所以说，他们后来误上了火车，上到了贼船，然后被误认成是童工。所以说，这是一款上错车，然后又有哮喘症的走路模拟器啊！怎么演变到上错车啊？老司机，我还没有上车啊！你怎么可以先走？这什么啊？哇，艾玛还蛮漂亮的嘛！哎呀，送钥匙给我了。这是我房间钥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在这里等你。他说我好想你。艾玛就这样子上错车，然后就不见了。不是啊，我是跟他一起上错车的。哇，这个门还要拼图啊！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吗？算了，拼一下好了。拜托，这小儿科。
好了，大成功。还有他这个没有时间限制啊，直接开吧。因为那个首相摸奶醒来，在哪里啊？哎、欸，这里没有看过哎、欸。老头，看来老头这边要卡两小时。嗯，看纸条都蛮像犹太人事件哦。所以说，如果是犹太人事件的话，那这些小孩就是犹太人的受害者啊。哇，突然整个场景都变好亮哦。我是犹太人。哇，怎么整个地方都亮起来了？我应该可以直接去外面。锁上了。老爸老妈也不在。回到自己的房间，收拾我们自己的玩具。哎、欸，对了，那个收拾玩具我还没解完呢、欸。好，看一下啊、喔。奇怪，他明明是写清理，明明是清理这东西，怎么变成这个鬼东西了？这个输入上有问题。我们这种方式好了，结果还是他妈在跟我讲这个什么钻石什么鬼的，这应该很显然是 bug。好吧，上床睡觉也不行。有一些互动那个物件不能互动了，东西有些可以拿，有些不能互动了，被玩坏了。艾玛给了钥匙，你可以开大门了。那一把钥匙应该是，哦，显示在这边啊，我刚刚以为没有哎、欸，没有，我先去别的地方看一下。那我是不是破关了？哇，这个模组做的好棒哦！整体下来感觉不错。这游戏在 Steam 上面好像极度好评吧？我自己玩起来也觉得不错啊，也没有说到太多繁琐的作业感。醒来，结果我还是没有找到我妈跟我爸。啊，我们被抓到犹太那个集中营，然后我们逃离这样子，尽全力奔跑，逃离了这辈子最糟的噩梦。结果我被开枪。突然间，我的背部剧烈疼痛，接着我的腿也痛了起来。我死了。I squeezed the cold wet snow in my hands. I could feel the withered grass under the snow. My head was in a fog. 所以说我一开始我就挂了、啊。It's like sand slipping through my fingers, and I'm trying to catch it, but all I can do is pick it up from off the ground, bit by bit. 而且我头发也被剃了、欸。Together with dirt that will never wash off.I felt the warmth. 感受到了温暖。As it was before, it's like my mother was here. She stroked my head and sang my favorite lullaby. 悲剧收场，因为她逃跑，妹妹死了。游戏一开始，女主角醒来的时候有一声枪声，推测是一直轮回。哎，对哎。所以说我一开始我就死掉啦、啊，那些只是我的轮回在叙述说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渐渐的一个一个离开这样子。
对啊，啊，第一次看直播，安安你好，哎 欸，你好，你好，所以说那个史蒂芬之前也就是死了啊，上吊嘛，他那个被勒那个脖子有没有？是被处死的，然后他爸妈不知道怎么挂的啦，爸妈一直都没讲，而且他的那个任务上面写说找到爸妈，这个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找到，然后还有我们要收拾玩具，我们从头到尾都少一样玩具，到底在哪里找不到，然后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破了，还是说他有其他结局啊？